嘿，你回来了，哈？这是谁的衣服？谁的？这是大姨给我买的。这是大姨给你买的，还有贴的。哦，这个你还有贴在上面的。贴在上面啊？大姨带你去姐姐玩了吗？带了吗？大姨带你到街上面去买的？不是。那是去哪里？搜索的。搜索这个以后就给你买了。哦。咦，那么好。哦，这是大姨给你的快递，对不对？那你看，你这个。这个给一个。另一个呢？另一个也在家里面啊。那他去哪了？你又不拿？在楼上面啊。那其他的你拿下来。等一下你要吃什么菜菜？我煮饭饭你吃好吧。不懂。不懂啊？那你想吃什么？我不懂。不懂啊？弹个几个狗给你好吧。要吃吗？要吃吗？吃不吃？不懂。那弹个鸭给你吃好吧？好吧？叫我过来干嘛？这东西是给谁的？这个？这个是给你装东西的。你把你的，你把你的东西都装到里面去啊！啊？这是给你新买的。那你把它放哪里去？把这个东西。要放到上面。这里有点脏。那你去洗一下。把它洗一下啊、哦。放这里，放这里。另一个那个也放这里。放这里干嘛？那你这个还要？那个你放在那里。你放在这里就行了。什么东西听我？哎呦，你把你的东西都放在里面去啊。你要放在我这里啊。我放我又不得了。还有你这个线为什么要放在这里？线不放在那里，放在哪里？只能从那里拉过去啊，那要不然你怎么充电？哦，怎么了？哎呦，你这里被撞了一个大包啊！那不是你搞的，是我搞的啦，不是我搞的。看一下你装的什么东西，这个是充的，这个呢也充的，这个呢，这个也发夹。一二三，哎呦，全部都在这里了。没呀、啊！啊，你这个箱子装有很多的宝贝、啊，是不是？我还要放呢。你要把它放在这里整理啊。看你怎么看。那你自己把它放好吧，放好我再检查吧，不能乱放了吗？这是你的东西吧？好了吗？那你这个不要啊？你那个不要了？你要这个了是不是？不是。
我看你装的，哎呦，这里装的全部是假头发了，那么多。这一个，这个是空的，这个还没有哦。那你这个中间这个放什么？还不懂。还不懂。那你把你的东西找来放吗？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走，我们去啊。